距离年底的选举剩下不到100天了，总统蔡英文扮演母鸡，全力来辅选。昨天晚上跟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合体来拜庙，更向在场的乡亲拍胸脯保证，说林佳龙是最佳人选，力拼翻转新北市。而率先呢发布了竞选歌曲《新北大翻新》，走的是摇滚风，来化身 rocker 候选人。总统蔡英文跟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两人一同前往土城五股先帝庙参香，致辞时不断再提交通设在政见，向乡亲请托。好，家良有承诺，未来四年要甲中央阁找出20000户的地，啊3000户咧捷运旁边，和大家行路就会到。大家讲好冇？好。地方政府是不是有那执行力，跟中央有一样的想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强调中央地方一起连线，蔡英文扮演最佳母鸡，全力辅选林佳龙，更拍胸脯保证林佳龙是最佳人选。所以要跟各位报告，林佳龙，我觉得他是我们担任我们新北市长最好的人选。林佳龙力拼翻转新北市，也公布了最新竞选歌曲《新北大翻新》，大走摇滚风。把口号融进副歌，现场市议员参选人们跟着大合唱，营造气势。这次找来金曲奖评审周恒毅担任制作人，与在地独立乐团主唱徐佩文合作操刀，然后让佳龙成为最 rock 的这个市长参选人，我们第一个提出竞选歌曲。林佳龙的竞选歌曲唱出新北人的心声，搭配手势动作，象征翻转新北的决心。记者 SNG 台北采访报道。